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先生说让你照顾两天小地瓜，你的行李阿姨给你放这儿了啊。进来坐会儿吧。不坐了。嗯，谢谢。我走了，拜拜。阿姨，拜拜。 爸爸，你也跟我们一起回临水吗？爸爸可能回不去临水，因为爸爸得在上海上班啊。儿子，答应我啊，你跟妈妈回临水以后，你别淘气，要乖，也要听外公外婆的话，知道吗？那你会来看我吗？会啊。 但爸爸工作忙，可能就不能经常看你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工作才能不忙啊？这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地瓜，爸爸要是工作忙不经常看你，你会怪我吗？好吧，我不会怪爸爸的。 简宏成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小地瓜，不会让他受委屈。我妈这里，我会尽量说服他。在这之前，只能让你先受委屈了。抱歉。儿子，想吃点啥？泡面。水果点好的，加蛋吗？ 随便。回家以后啊，咱们得约法三章。第一啊，没有我们的允许啊，别到处乱跑，给我们丢人去。第二啊，孩子得交给我们带，要给他立规矩。第三，马上出去找工作，要自食其力，听见了吗？问你话呢？听见了。 把那些赶紧拿过来，赶紧的，磨磨蹭蹭的，真是，哎呦喂，就不能麻利一点？哎呦，还有洗手间的东西，哎呀，什么东西呀，都得我操心。 谢谢。地瓜，来，叔叔抱抱。走了啊，要听妈妈话，知道吗？嗯，谢谢。